我咁啊，Monopoly 先喺個 market 入邊咧，咁啊邊個啊邊個係錯啦？佢咩嘢嘅咧？咁啊，第一個佢嘅 Monopoly power 來自邊度咧？可以係 natural Monopoly 啦，可以係加法文啦，可以係其他地方啦。嗱，呢個陰咗我，中個招啊，拍第二次啊，可能來自加法文，即係可能唔係啦。豈有此理，咁梗係可能係可能唔係啦。你即係講等於冇講嘅嘢嚇，你可能係叻，可能唔叻，我即係乜都冇講過。有次陰鬼我，哦佢係咪一定賺錢嘅咧？唔係噶，做生意一定有風險噶。Monopoly 都係，有機會啲嘢賣唔曬啊。OK， 咁你就算做火車咁，火車出軌咁咪蝕錢啦，撞爆曬啲火車啊！我啲仔最中意玩呢、這個。咁冇 combination 唔係，我哋話冇 code combination， 即係有啲 similar 嘅 product 都同佢爭嘅，火車都有巴士同佢爭。咁啊有機會蝕錢就唔會話 low risk 啦，係咪？有賺有蝕噶嘛，咁啊呢啲係風險嚟嘅 ，risk 係來自好多地方嘅，同埋咁啊，所以答案咧就 A 啦。